BLACKPINK 的全员 Lisa 早前因参加疯马秀演出引起不小争议，近日 YG 官方社群分享了全员们的代言广告贴文，却不见 Lisa 身影，公司的举动更加深了网友们对 Lisa 不续约的怀疑。对此，还没报道指出 Lisa 爆发形象争议后，不少粉丝对她的举动感到很失望，纷纷到她的社群留言表示怀念以前她。业界认为，身为 K-pop idol Lisa 能够创下如今的成就，是因为她属于 BLACKPINK。如果未来她真的脱离组合，能否维持现在的名气和身价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不过，消息引发热议后 ，YG 随即在社群上发出了 Lisa 代言精品的宣传照，疑似是为了平息舆论。然而，他的粉丝却不买单，认为要是没有引起争议，公司是不是就不打算为 Lisa 宣传了呢？如此偏心的公司，还是早点离开比较好啊。